你出法了啊！哈！哇！你死你！小胖子，你害死我！你这个王八蛋！小公姐，人好欺负是不是？哈！你这阵白家阮全全，我要甲你算账的哦！你这摆要搁白伊一届，不可能啦！不可能！不可能！不可能！你刚才对我，你刚才冇有心啊？ 啊！你有心的人，你搁做这么侪歹代志哦哈！哎呦，你安尼要对会起你巴肚内囡仔啦？啊，哎，来啦，阿姨甲你教啦。哎呀，哎，看会较亲切的啦，吼，较亲切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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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个世界。囡仔拢知影，巴肚内有囡仔吼，你就爱会晓收啦，哈！啊，规天做迄种安尼无良心失德的代志，你哪有资格做人老母啊？哈！你莫话我讲讲差两分的代志啊！我不是恁查囡，无你信道啊！你莫想讲我阿妈食菜的，就当作伊好欺负哦。我甲你警告，哈！你莫靠阮王家任何一个人，无你绝对会死得真歹看。我若是唔听咧，我即届无成功，还阁有后届，恁斗到等啊！一个生了遮尔水的查某囡仔。啊，逐天为着名啦，为着利啦，吼、哦，安尼录车，到尾也就是哄利用尔嘛。你即摆存啥物 ？BI 两字尔啊，好自为之，吼、哦。行，起去，物件好了。嗯。哎。现世报，对，安全足巧的，哈哈，啊，嘿，啊，坐起来，哥，哥，来去，小姐，你即摆落车，咱跟贵宾室好好讲。你若阁继续胡白来，我只好请你去警察局泡茶啊！我，经理，你把地下停车场的大门关起来。